吃饭，一人只能吸一口。啊，只能吸一口？嗯，没错。不过今天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打饭有福利哦。什么福利啊，大厨？吸的最多的就能变身奥特曼。哦，哇，那我要变成捷德奥特曼，我要变成格力强奥特曼，我要变成赛罗奥特曼，我要变成奥特之父，领导光之国。哼，谁吸的最多现在还不一定呢，赶紧的，别磨磨蹭蹭了。我吸不上来。臭臭，你能干啥？看我的。我也吸不上来。这也不行啊，吸管。哎，你们三个变身奥特曼的机会没了。哎，大圣呢？被吓跑了吧？嗯。大厨，这是我自制的巨型吸管。什么巨型吸管？大圣，你这吸管不合适。哎呀，大厨，怎么不合适了？你又没说不能用自制吸管打饭。哼。哇，小宝啊，看看大厨呢，在你肚子里呀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